哦，我以为财富自由了。哦，两只，两只，两只，左边，送到墙壁上没关了！系，没关系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从下，你先哦，哦，你小心哦，你小心，来来，快快快，这谁还是一件？哦，我帮你挡住，我帮你挡住了，啊，没有挡到这一发，可恶！我刚有帮你架盾架一次，对，有架你看这个小怪，这个根本是 BOSS 啊！真是好，啊，你来开门，看你要开哪一个？再拿一个，感觉你看，你看，你我说们的需要附魔台。God，Hello，Hello，这是附魔台吗？这感觉不太像附魔台呢，露米，补满血。至少再喝一个小的啊！来，蛮像的，怪怪的，站进来，准备砸。好像还，哎呦，等一什下，等一下，完了，感觉不太妙。啊，这什么？哦，是打他哦。对，你用弩打，你用弩打。哎，为什么我被？他签等一下，哎，这个签，这个签。有没有用？不是啊，我刚刚为什么会扣血？我靠近他也会他打签我，到你，他有签你吧？哦，他也会撞我哎，他会撞我哎，所以不能太靠近。他不像一般的是没有物理攻击的。他有点胖。对，不是他会撞你，所以你一直拿弩啊，拿弩打就好，拿弩打就好。他怎么可以近战？不是你会不会射啦？靠近一点射，那个线又没有，他线满了才会痛。有刚他刚刚有一个奇怪的脸脸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他招墨鱼，那个墨鱼怪怪的。有攻击吗？可能，哦，我可能还是要近战打。弩好像我刚打两下没有反击，好奇怪啊！作用没有所以他可以近大。战打，他可以近战打。那个墨鱼小心哦，我觉得一定没有什么好事，我被他中了，哇，亏好大，亏好大，哎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碎，哇，不是啊，他不用一般麦块的方式，他要先讲啊，好凄惨的我们，哇，撞到他会扣，那反而是打他没有反击。所以基本上打这只棋就是近距离狂揍，狂揍它就对了。哎，有了，终于靠我，我开的，我开的，有，我这开个的。幽默，来，我慢慢付，开心付。什么都可以付啦，好，哎，你身上还有那个吗？横扫之刃。有一本。啊。就一本而已，啊，对，我觉得我们就当那个吧，我远的就交给你了，近的就交给我为主，不然穿，那你要击退吗？我不要啊，那是给你用的击 退好，击退不用吗？不需要啊，你近的其实拿斧头打本身还是很痛啊。我这剑伸到这样也只是死，你那个斧头本身就有九了。你要斧头吗？我就说斧头给你用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听得懂啊，但是我不是负责远距攻击的吗？啊，还是会用到近距离，你要学 是的，我这才刚讲完，你就快速上前，上脚尖，你。最强的盾牌，我记得有吧？有15次攻击的有吗？有15挡最十强五的次盾攻牌，击，格挡没有到10次的十金次，那属你就的把那个耐久，你身上的耐久附盾牌的就附那个金属盾，那你就先用这个金属盾，那记得不要让这个金属盾爆哦，就是它快要没的时候就收那起他来。耐可以再合上去吗？耐可以一。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就一直所有的耐力全部给他。好像没了，没了。啊，
哇哦，五的强力。那你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你有保护书吗？保护没有。你没有保护，那你裤子来给这个这两个保护叠上去。哇，身上终于干干净净了。你身上还有什么附魔书吗？有贯穿。贯穿附弩啊，那是弩的、啊。那可以再加那么多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你这样就贯过去啊。怪物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啪贯过去。好。只剩一本击退了，击退，附你的斧头啊！你这样子把人家可以打退啊！你就武器主要拿斧头硬哦。好喂，好喂，好喂，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，都没有附魔书了哈。哎、啊，你的裤子为什么不穿？对，我想学底数穿一下裤子。欠揍。五十八。好可怕！右边有弓，右边有弓。啊，近打近牛！哦，我试一下那个，没关，哎呦呦呦，干掉干掉干掉！右边还有右边还有弓，你要被烧死，你不要死亡死！你补血，你赶快喝药水！你为什么？你干嘛？等一下，我没血，我没血！等一下，不是，他怎么可以烧这么久？他烧了我半条哎！等等，先后退，先后退，先后退！他烧了我半条，给你喝，给你喝，给你喝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他可以烧到半条？是你为什么会给他烧那么多？我们快要没水了，认真。完了完了，我先保一瓶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枯弓枯弓凋零凋零，快点！啊，我是被吊死了吧？你是被烧，你赶快来准备射他。有了，我射了，我射了，我射了。来，你。等一下，我试试看哦。我们箭矢是会回收的吧？哎、欸，不会回收、哦，好吧？不会不会。所以我又很省，我又很省、嗯，我还一组，快两组，快两组。你要注意呢。刚刚那个真的好可怕，好可怕。哎、啊，就是被烧到啊！不要那个啊！哭了哭了。哭了，真的哭了。我需要圣水。嗯。第一层真的。该回去拿水的。没有啦，那边没有，都没有水啊。怎么有两区？备好。来，这里先打。不要被他射到呢。你的弩你可以感觉一下，他上膛其实很快的。哦哦，我想说，奇怪，有个可怕的木盾。里面有个水啊，你拿。隔洞，一隔洞。嗯。这里一条路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这里还没走完，我们现在必须要全走完。希望可以有圣水区之类的。哦，死路而已。前面也是死路，封印。欠揍！我们的水瞬间又被你不水坑，好不容易水坑又可以买东西了。哇！我来运了，我来运了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哦，又有复仇之心哎。有一个就够了，有一个就够了。啊！箭矢为了洗出。有了。哎、欸，这水其实真的很贵、欸。我错了。不，来啊，箭矢都给你啊！我们箭矢至少稍微可以尽量用一点了啦。好喂，复活之心应该不需要买吧？哎、欸，两只，两只，两只！躲避射击，躲避射击。嗯，哦，你看看。一只，还有一只吧？哎、欸，没两只都没。烧死了，烧死了，烧死了！
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接下来就正常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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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块钱。回收，回收，有回收了。我你就不能回收骗？没有骗，没有骗，回收了，有啦，有啦。没有。小僵尸。啊，正常的，正常的。烧起来。正常，你就不要两块钱，两块钱。我不是财富自由，可以稍微稍微。就说没有没有，那个便宜的前面来去设哦哦，两块钱。嗯，好的，咕噜咕噜咕噜。还有啊，你怎么咕噜咕噜？不是说好死了？你自己清，你自己清，你把那些清完。好，我再去买一个复活啦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哎。啊，它这个位置会不同。贵。你的吧。偷偷的，完蛋。深海守卫爬机身。射射射。嗯。那守卫就是射就对了。进进出出。啊，这还强。两块钱。哎。射死他，射死他。好，你就靠近射啊，反正等一下再拉过来就好了。这好，里面又有金色的钢刀，还有一个穿衣服的，我不确定他啊，空空手还好，还有小小子，有。是当弓箭手比较好。哈，强力！哦，我们前面有附魔的吧？记得前面有附魔台。你要不要先去那个、啊？附魔台，附魔台前面啊，前面有个附魔台吧？吧，应该蛮远的吧？蛮远吗？多个强力还不错呢、欸，有点远呢、欸，有点远吗？我感觉好像、啊、我已经回到沙漠了。喂，啊，对啊，没有呢，没有吗？头，啊，好吧，那走走走走走，没有哎、欸，还是上面这里，有啦，就上面这里啦，哎哟，多走几步路，好远多，球应该很。多远？强无敌！哦，赶快复一复，走了走了、啊啊。我们今天拿了三颗钻石，可以再前往下一区域。旁边一颗钻石可以啦。说很近。一颗钻石一条命，老实讲还好啦。我把你可立了掉。上脚16块。下一个地层61等，接下来是62区域。我感觉又回来了，现在就是一区一区，头上有一个那个窟窿哦，就所有了。怎么又能射到啦？才探个头，想要射他。看仔细啊！哎、欸，怎么被打到了？还有，少一只。好，我们需要圣水区了。小心哦，上面自己小心哦。对，还现在有些怪，感觉有时候。击退不一定，哎、欸，右边这里有窟窿，这里对，好，你去打，小心窟窿哦。你这个又花两块钱，三块钱，没有三块钱，那就射三次是六块钱。窟窿射死了吗？哎、欸，没啊，不出来啊。
射他。哎，什么？